做人呢还是不能太嘚瑟啊，刚给大家嘚瑟完了，我的皮肤好了不少，然后最后就左左右右的上上下下的啊就冒痘了。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美甲了吗？这个美甲是做的，去店子里面做的，然后才90几，就很便宜啊，很好看，然后就用一个同品牌的泽仙，看我自己为什么不是天生好皮肤。粉底液，今天整的是一个比较冷酷暗黑的妆容，很久一直没有用的那个黑色手套啊，应该今天可以用上了，还是请大家尽情期待一下。眉毛今天一定要短，这个眉毛啊我很满意，眼影就选这种很简单的配色，然后拿一支 AKF 的眼线胶笔画一个卧蚕，一点点画卧蚕就可以了。有卧蚕真的很好看。把睫毛搞完之后，咱们再画今天的重中之重眼睛。这个拿的还是 AKF 的眼线胶笔，这次拿的黑色巨丝滑，哈哈，超级好画这个眼线胶笔。今天这个眼线啊画的是不是很酷，画一个似有似无的腮红。如果你觉得这样画太浓的话啊，你就画淡一点啊，反正我是怎么样我都能出门的，该出门就出门。今天整一个禁欲型的那种玻璃唇，等我去戴上这双手套啊，去去就来。Wonderful!